是翠翠，超久没有整佑哥了。我刚刚突然突发奇想，我想整一下佑哥。我们两个现在不是在同一个城市里面，他现在已经回家到新竹，那我还在云林。我等一下计划就是打视讯电话给他，然后讲到一半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讲说：“哎，你房间是不是有女生？为什么我听到有女生在笑？”我觉得他就会吓死，他超级怕这种东西。好啦，马上打视讯给他看一下 ，Go。詹皇佑，你在干嘛？我在玩随机蛋糕。那你晚餐吃什么？吃饭啊。你吃什么？有什么毛病？没有啊。哎，我今天一整天到现在都还没有吃，我只喝了一杯奶茶。可以拍这样子。没有。可是我到现在都还不会饿。我刚刚一次拍完3到4部影片，而且重点是你找的笑的影片，我完全不会笑，所以我自己最后又去找了笑的影片。不是你的问题啊，我都笑了。屁啦！啊，你哭的影片，我只有最后一部有微微流泪。最后一部最不会哭的东西。哪有？你还在玩哦？对啊，我在破任务。你在干嘛？看一下你在干嘛。我刚录完，好棒棒哦！我在破任务啦，我的盛典任务。哎，张皇佑，你房间还有人哦？没有啊。为什么会听到有一个人的笑声？我在我的游戏声音吧。有一个小孩的笑声啦，你去看看。就你怪怪的。真的啦。真的在那边在冲山笑。哎，你后面。你后面有一个红色的东西，已经在录影。好，不要再录影了。妈妈有说过不要乱吓人。哎，有没有听到我小孩在笑啦？没有。嗯，我觉得你那边怪怪的，拜拜，我先挂。那个太烂了。哎，错菜，我失败了。吼，我失败了啦！他在玩游戏的时候，就算旁边有世界末日，他都不会去管。我刚刚其实自己也演得蛮烂的，我自己也超紧张的，讲得好尴尬，我的天！本来以为一定可以吓到他，结果他在玩游戏。他玩游戏真的是除了我上次吐血他会赶快起身以外，其他没有任何一件事情，蟑螂啊、世界末日，他都可以不动如山。哦，我刚刚也好紧张哦，我自己也很怕，好不好？可恶，这次失败了。哎，我很难得整佑哥失败了，下次再接再厉，拜拜。